山头母狮子就近在咫尺。然后刚才我们拍这个狮子的时候，小鱼四百号的镜头拍到它特写上面的屏幕上全是苍蝇，哈哈，看着好可怕。而且还有趴了三只在那睡觉呢。Oh my god！我们现在是9:01，然后发现了一头公狮子，两头母狮子，还带了四个特别特别的小的狮子宝宝。我们现在就在拍那个猎豹，两只猎豹就在我们不到5米的距离的地方趴在那儿，然后懒洋洋的跟只大猫似的，这个拍得太爽了。现在我们在山半山腰看着日落，烤着火，喝着大象酒，刚刚看完狮子一家的下午茶生活，我们现在喝大象酒还烤火。能想象到吗？我们现在在非洲，6月份的夏季的非洲，赤道附近的非洲，穿这么多还要烤火，真的很冷啊。 Cheers我是9号喝。